由于疫情影响，今天我们举行清华历史上第一次云上毕业典礼。我相信这场特殊时期的毕业典礼对所有同学都具有特殊的意义，一定会给你们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。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希望你们历尽沧桑，归来仍是少年，坚持不忘的初心，砥砺前行。最后祝大家前程似锦，乐享人生。